子班，报告你那里的情况，完毕。子班报告，我已经锁定威胁，完毕。小将收到，注意，汉服不是威胁，完毕。收到，我听众莫言，完毕。莫言 ，I got a lock on him, completed. 曾经你不也做过特种兵吗？原来你他妈真是卧底，你在钓鱼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可惜你不是无名之辈。我是谁？刚才胖哥说了，魔影，一个诡秘的传说。 曾经是忠诚战士的代言。曾经赤胆忠心，出生入死。 可是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却背离了自己人生的轨迹。没说错吧？Well, Eagle, according to the Hague Convention, I will give you a judgment. You suspect of murder, and you need in charge.To make weapon in Eastern Europe. If you don't want a life, imprisonment. You're better to tell me where is the weapon. And remember, it's your last chance. Really? Yeah, sure, really. Oh. Yes. Conclusion? 结论是什么？我们惺惺相惜，我能理解你。理解我什么？我理解你为什么叛逃。我来是要加入你。你应该知道我现在的选择了吧？ 不是你，我说的都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，你不需要命令。就是，杀了他！我只要你杀了有那个土方，就现在！哎，胖哥，你把枪放下，你别让我难做。我要拿大枪吧？胖哥，我去，放！卧底开枪，胖哥受伤。参谋长同志，我是真的想问问你。 我想看，把枪放下，枪往死！能源呢？不！
go!眼太大，我看不清。